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的《非常六加一》。哇！谢谢可爱的孩子们，谢谢。华人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哎，还记得怎么样和我们《非常六加一》保持联络吗？ 可以登录央视国际非常六加一的官方网站，那最实惠的呢是发短信给我们，记住号，还记得号码吗？是10608009716，10608009716，你可以把你们的想法呀、梦想啊、愿望呀，可以告诉我们。关键是透过这个平台，你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，最实惠在哪里呢？最实惠是可以来砸金蛋。当然了，很多朋友在抱怨，为什么非选中我来砸金蛋呢？ 不要着急，每期节目砸金蛋的人是有限的，你稍等一下，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你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电脑数据库当中呢，存了很多观众朋友的这个短信，我要随机挑选出10位朋友来大屏幕，找，点，好了，这10位朋友呢？ 我们已经找到了，马上呢，我们要和你进行电话互动。那在这里呢，要告诉你们，如果呢，我们的电话呢拨通之后，吴想您要不接，毫无疑问，幸运要回到我们的现场。来，我们现在接通第一部电话，来，请连线。现在来自辽宁营口。哎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？我姓高。确认一下您的手机尾号，手机尾号是8768，对不对？对。在辽宁营口。对。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，我是非常六加一的节目主持李勇。你好。你好。短信我们就收到了。要不电话你付钱。对。为什么呀？ 你打电话凭什么我付钱？这单是你们的不行，姐是吧？这你的愿望是不？对呀。那我告诉你，我们的数额是有限的。啊。你要省着打啊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10个金蛋，你是第一个砸蛋的。啊，一到10号，选一颗。哎，帮我选一颗1到12，选哪个？你在跟谁说话呢？啊，我朋友。几号？ 是哈，是你的主意还是你朋友的主意？哎，你砸5号吧，我的主意。你朋友给你提供的主意是4号，你的主意是5号。啊，对。那你们4、5号之间究竟选哪号？5号。5号，来看看5号金蛋。好，5号金蛋砸干净了，那是金花四溅，恭喜的。 在规定的数额之内呢，我们会给你付电话费，我们非常六加一节目呢会给你保持及时的电话联系。那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，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，再见。再见。继续连线。山东滨州。 中学教师，上下班较远，希望有一辆电动自行车，能满足我吗？喂。你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《非常六加一》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李勇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怎么称呼？为什么不留姓名啊？我姓卞。在山东滨州，确认一下您的手机尾号是6151，对不对？ 啊，对。上下班较远，是一位中学教师，教什么科的？教数学。1到10号，任意选择一颗号。6号吧。6号。好，6号蛋砸开之后呢，是金花四溅，没有问题，我们会随时给你保持电话联系的，电动自行车就送给你了。再次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，时间关系，我们就挂线了，再见。 再见，继续连线。浙江宁波，男朋友的生日快到了，送他一块手表，因为他说，男人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手表。
时间到。就是蛋。来来来，到这儿来，到美女旁边。对着麦向大家介绍一下，怎么称呼啊？大家好，我是李静，很高兴能认识大家，谢谢。李静，对，哦，李静，跟勇哥是本家。别扯，别扯啊！我跟他没啥关系啊，不是，我跟他不认识啊。那现在你看，还剩下八颗金蛋，你任意选择一颗。如果金花四溅，彩屏手机。好。几号？二号。来，自己砸。恭喜李静，彩屏手机，谢谢。来，继续联系。这条短信来自四川内江，整得很安逸，安逸哈，全家都爱看，一集不落。好神奇，朋友，春天快乐。喂，喂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是谁呀？到那个吗？你是谁呀？我姓王。姓王啊，老王。哎，中央电视台的节目《非常六加一》，你爱看吗？哦，听过嘞。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！短信已经收到了，需要一台这个，需要一台真轻松排汗机哈。啊，排汗机，你爱出汗啊？不是，你不爱出汗。啊，出汗既然对皮肤有好处哈，那这样，老王，一到十号，你任意选择一个号码。是八号吗？八号。哎，如果真的是，咱们这样想想哈，八号蛋呢，如果砸开金花四溅的话呢，排汗机有助你排汗。如果八号蛋砸开，如果没有金花的，你汗往哪排啊？你咋排汗啊？那就不排了呗。我说没计划你就说你不排了，那就不排了。好，老王开个八号蛋啊！老王，八号蛋砸开之后是金花四溅，感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，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，排汗机送给你了。时间关系，我们就挂线了，再见。继续联系。江苏南通，机械工人是李连杰的影迷。非常想得到一套李连杰电影全集。喂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怎么称呼啊？我姓王，叫我小王吧。刚才啊，我跟老王通了一个电话，老王吧，这个手机不错，现在又碰上一个小王，小王是李连杰的影迷，希望得到一套李连杰的电影全集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啊。小王，那要看看你的手气怎么样，是在江苏南通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江苏南通。好，那现在十颗金蛋，序号一到十号，任意选择一个号码。啊，那就一号吧。一号。好，小王，那一号蛋砸开之后金花四溅，那李连杰的电影全集呢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，我们会随时给你保持电话联系的。再次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，那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继续联系。江西宜春，儿子马上要过七岁生日了，想送他一辆比较好的。你好，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吧，你儿子的生日你都不在乎，你还在乎什么？你这个人，你怎么当爹的？现场找。嗨，来，面向大家，向全国人民介绍一下，您怎么称呼？我姓邢，我叫邢伟，我是农业部幼儿园的老师。啊，邢老师，邢老师挺年轻的，三十多岁吧？我58岁了，退休了，现在。没看出来，我觉得你比我们俩岁数还年轻。没有。邢老师，现在还有五颗金蛋，您任意的选择一颗，我认为是三四七九十，
几号？那就砸七号吧。听大家伙的意见了，七号啊。我其实应该砸三号。问你的。砸七号，七号，七号。你们可要给人出好主意啊！七号砸开一空弹，万一就七号了，就七号了。对，来，七号，他别让他使太大劲儿，咱轻轻一磕就开了。嘿，你离近点儿。好，邢老师，彩屏手机一款送给您，谢谢，恭喜你，举得近。山东东营，这是个女孩啊，我跟女朋友打算在奥运会结婚，想要一部数码相机留住我们美好的时光回忆。喂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的非常六加一，我是节目主持李勇，你好。哎，勇哥，你好，你好，怎么称呼？哎，我姓于。于啊，小鱼、哎、小鱼，你有点太肉麻了吧。哎，我以为是你女朋友喜欢我呢。想要一部数码照相机，留住你们彼此美好的时光，还需要我给你们拍吗？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。现在你来选择一颗金蛋，还剩下四颗金蛋，序号一到十号，三号、四号、九号、十号。计划四件数码照相机，九号蛋砸开之后很遗憾，我什么也没有看到，所以说呢就没有办法给你们送去真真实实的一个实物了，只能口头向你们表示祝福，但要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，有时间我们再电话联系，你看好不好？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，谢谢，再见，继续联系。青海西宁，王海鹏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哇呀，这送老婆送东西一个比一个高了，现在哈，液晶电视。哎，你要接啊，这是个好机会啊，刚才已经给你排了一颗雷了。大家介绍一下怎么称呼？啊，叫我欣欣就可以了。我在中国传媒大学上学。叫什么？啊，欣欣。欣欣。啊，对。在中国传媒大学。啊，对。那你应该称呼我什么？师哥。你哪届的？啊，我现在是研究生嘛，以前在播音系。你哪届的？啊，零六戏剧系去。06，我91年就毕业了。应该叫老师。啊，老师。同学好。原来学播音的哈，啊，对，现在上研究生了哈。你又研究什么？现在是研究戏剧戏曲。啊？戏剧戏曲。播音系研究戏剧戏曲。就是等于研究理论方面的。对对对，我研究生的时候就换专业了嘛。换专业了。啊，对。你觉得对这个播音主持没有什么信心？还是有的，但是见到你，我觉得我要学习的地方还太多了。哎呀，你说我们这些人老赖在这儿啊，不给年轻人一些个机会。来，西西，选择一颗，几号？十号，自个儿来。好，西西，彩屏手机送给你，恭喜你，希望你学业有成。早日登上这个舞台，我好在底下给你鼓鼓掌，我也休息休息啊。继续连线。信息呢是湖北黄石，我和我老婆都是你的忠实观众，谢谢。因当年的经济原因，结婚时没有一张像样的餐桌，不知你能不能帮我们实现餐桌。喂，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的非常六加一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李勇，你好。
你好你好，感谢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。短信呢我们已经随机挑选出来了，目前是在湖北黄石，对不对？对对，确认一下手机尾号是9407是吗？啊，是的。请问怎么称呼？郭先生。那现在呢很抱歉只有两颗金蛋了，三号蛋和四号蛋，您是第九位砸蛋人。现在三号蛋、四号蛋任选一颗，金花四件，像样的餐桌送给你们。哦，就是三号蛋吧。好，恭喜三号蛋砸开之后呢是金花四件，没有问题的。餐桌呢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们，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。那再次感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，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。戴夫，你老婆好，再见，继续连线。山西吕梁，你想要一套真丝大提花的床上十件套？真丝大提花的床上十件套？梁想，这山西人会做买卖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，我是非常六加一的节目主持人李勇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怎么称呼啊？我姓裴。小裴呀、啊。啊，结婚了吗？啊，已经结了。啊，裴夫人啊，不是那个裴女士、确认一下您的手机尾号是7766，是不是？啊，对。您的短信我们收到了哈，感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。啊、你说你要一套，想需要一套真丝大提花的床上十件套。啊。你都跟我说说这十件套都哪十件呀、啊？其实我数着啊，哎呀，我也说不太上来。那怎么会是十件套呢？啊，我是听别人家说有的，然后在网上看见有的，然后通常床上都是五件套啊。啊，几件套也可以。那我们这样，看看还剩下最后一个金蛋，你也没得可选了，四号金蛋。砸开金花四件的话呢，究竟十件套是哪十件呢？跟我们导演去具体商量，我们会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，你看好不好？啊，行了。好，这样看看四号金蛋里面的内容。恭喜四号金蛋砸开之后是金花四件，没有问题。床上你说的十件套由非常六加一帮你解决，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。那、再次感谢对我们节目支持，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那还有要感谢所有为六加一留下短信的朋友，如果你有什么愿望或者梦想的话呢，可以发短信告诉我们。移动用户，联通小联通用户呢，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8009716，那说不定呢，我们就能帮上你的忙。啊，稍后呢，我们会有主人公登上非常六加一的梦想舞台，那这些主人公他们究竟会是谁呢？好，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的非常六加一，不要走开，稍见。非常六加一，各路宝贝儿大出击。据说是李勇喝剩下的可乐。快幼儿园，快要毕业了。分享无邪的童年，分享纯真的快乐，不要走开，快乐马上回来。欢迎回来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电视台的非常六加一，我是李勇。其实小时候呢大家都有这个很难忘的经历，你们想过没有，当你们第一次戴上红领巾啊，唱对歌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样，我们现场来体验一下好不好？你们还记得这个怎么扎红领巾吗？忘了，记得哈。我说开始再开始。先，对，先看看，你烙饼呢？是第一批
加入少先队的吗？好像是。好像是。忘了。忘了。你系丝巾呢？我看看你，我看看你，转过去，你转过去看看。好。我觉得我是系的最好的。你净给你女朋友系纱巾了吧你？被您看出来了。你好好戴着。好的好的。好好系上。很随意，你可以可以很随意。你的脚都没了，最后来你拿着我给你系，我给你戴。什么叫现学的？真棒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半温莎式领结打法。我是大队长。你是大队，你当过大队长？是啊。啊，你这个红领巾系的还算比较标准。哟，这个也不错吧？也不错，你会绣花吧？你瞧这，还打着花结。从这个系红领巾的角度的这个刚才的这个规范程度来讲呢，你是比较规范的。谢谢。你原先在这个少先队有过任职吗？没有。没有任职啊？我给你个职务。行。人带的好嘛，就应该有奖励嘛。谢谢。好，谁当过大队长？你当过大队长？我也当。红领，你当过？你看你记得。人家这才是名副其实大队长。来，你们注意看了啊！现在请六位站在台面上，来向电视机前所有的孩子们行队礼，来预备行礼。那好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一号主人公，导播。神奇吧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选手，在学校人称大姐大的东北虎妞方圆。在学校大姐大的首要任务就是下课带着大家玩。我认为上学校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做游戏，至于上课嘛，就跟看电视时候插播的广告。话虽这样说，为了巩固自己的大姐地位，方圆在学习上还是下了不少功夫，更重要的是还有着妈妈的秘密武器。我妈这人呢，特内向，一点都不像我，这可把我急死了。妈，我回来了，咱们赶紧上课吧。今天我们上英语课，今天学的两个单词是 book 和 that。 方圆每天回来吧，我就这样让他当老师，一个是呢锻炼他的说话能力，再一个复习一下白天学到的知识。孩子嘛，他都有那个虚荣心，他为了晚上给我讲好课，他白天在学校就认真听讲。这样我还了解一下他在学校的学习。让我们欢迎今年8岁，但是呢鞋码是37号的，来自齐齐哈尔的方圆。
虽然这个调啊有时候它有点创意性的改造哈哈，但是能够在现场这么高亢的唱的，这个有点不大符合八岁孩子的音域啊。从齐齐哈尔来，我看你这拎的这个布袋，我就想问问你这个袋啊，是刚刚买菜回来，还是准备下了节目去买菜？摸呀，猜猜我给你带的是什么礼物？给我带的礼物？对呀。这样摸？伸手去摸。我不。李勇叔叔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以少先队员的名义发誓，绝对不是糊弄你的东西。孩子的话我从来就不敢信。哎，就摸一摸吧。原来在节目当中，我曾经捉弄过别人，就是摸摸把人吓的。你，哎呀，绝对不是，你摸一摸吧。我也跟别人说绝对不害怕。试一试，试一试。哎。过分。哎呦，谢谢方圆，送我一只鸭子。李勇叔叔，你仔细的看好了，那是一只丹顶鹤。哦，这是丹顶鹤，这不是鸭子哈。我就说鸭子怎么腿长这么长呢？扎龙自然保护区那儿有丹顶鹤。那怎么能叫扎龙呢？当然有丹顶鹤了。方圆今年三年级了吧？对啊。哎，平时学习成绩怎么样？挺好。咱们读课文。行。行哈。需要现场的朋友来这个共同参与一下，你来，因为就刚才他一个男的，还事儿挺多。叫什么？是白博。你们一般这孩子像方圆，叫圆圆，就这样，他的小名伯伯。勇哥，您叫我白白。还想占我便宜的哈？来朗诵这篇课文，好，准备好了吧？好，没问题。从这儿开始，来。一只乌鸦口渴了，到处找水喝。乌鸦看见了一个瓶子，瓶子里有水，可是瓶子里水不多，瓶口又小，乌鸦喝不着水，怎么办呢？问号。这时乌鸦看见旁边有许多的小石子儿，哎，句号。想出办法来了，句号。乌鸦把一只小石子一个一个一个的放到了瓶子，哎，乌鸦把小石子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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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没气儿，地放进瓶子里，瓶子里的水。渐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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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渐升高，逗号，乌鸦就喝着了水，句号。累死我了。谢谢白小白小白小白，谢谢小白，谢谢勇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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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方圆该你了，来。同志，那是相当的口渴，渴的说不出来话，于是乎就诞生了一句成语，叫鸦雀无声。公主府有心呀，乌鸦发现那儿有一瓶可乐，据说还是李勇喝剩下的，鼓掌。
只给乌鸦留下了那么一滴点儿，但是嘴儿太小下不去，水儿太少够不着，乌鸦同学那是相当的郁闷。就在此时，乌鸦想起他学过的两篇课文《司马光砸缸》和《精卫鸟填海》，乌鸦立即决定比试司马光，并且向精卫鸟学习。鸟能拿石头搞定大海，我乌鸦为何不可？落井下石之后，说迟那是快，水哗哗上涨，乌鸦终于喝到了据说是李勇喝剩下的可乐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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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少说了一句，我把那可乐罐喝完之后，我踩平了，我卖一毛钱，我是抠抠怎么了？方言同学，祝你好运。这次给他选的周杰伦的一首歌呢，是周杰伦非常活泼啊，非常接近儿童的一首歌。在歌的后面，我给他加了一小段的《苏珊娜》，作为我送给他一个特殊的一个礼物。希望您取得好的成绩。